展现出你的搜查斗志吧。伽利略说，没有在一周之内处理完，就会把你换掉。没有问题。不要了，不要这样。这种东西只要花钱买就好了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干嘛乞讨啊？待会衣服洗好拿去晾，把其他的童话书整理好。这么多我自己做？没错，什么事都可以做的超级英雄哦。这样子要怎么撑过一周啊？啊！我说医生啊，你还是帮我治疗大脑吧，我要疯了。欢迎光临第二人生，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，优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。